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对我自己来说，真的，现在用言语很难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因为我觉得，从小自己的梦想是成为 F1 车手，然后自己 F1 首秀可以从排位赛进 Q2，到了现在在正赛拿到自己首个世界锦标赛积分，对我来说，不仅是在梦想的工作上把自己的最好给表现出来，更多的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肯定，因为这个冬季包括去年当我官宣的时候有太多的声音，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应该在 F1 的整个大家庭中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做到了，把自己的所有水平展现出来了，所以我自己非常开心，然后也很激动，很骄傲，为自己的家乡。Thank you. Thank you.